新年交换礼物大会，你们礼物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好，你们期待吗？期待。耶，棒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旁边认领我们的礼物吧。有点难送哎，年纪相差，不知道送什么，200块以内。要好的，认真准备还是不？认真准备，要很认真准备。好，大家认真准备哦。等一下，最烂的票选出来，你惩罚。哎，我最大，是吗？大小差别。哥，是吃的吗？大雨林，大雨林，那感觉很期待，不知道是谁送的。是的，耶，谢谢，好可爱哟。好像很不错哎，真的吗？我喜欢手的，我喜欢手，难说。好，感觉大家都非常兴奋。那我想了一下，决定敬老尊贤。你觉得是什么？超商应该是洗面乳吧？洗面乳好，为什么？好可爱，超商啊！是去角去角质哎，他觉得你的。你有人选吗？你猜是谁？我想不出来。那有人觉得是谁吗？化妆会很全面的人。化妆会很全面的人，这个比较不那么。那我数三秒，然后那个人自动站起来。3、2、1。它的脚很高，那希望思雨2020年可以用这个去角质，让你有一个舒适的脚。太好了，我不能给你了，太好了，充满了新希望。财大家看不到，你觉得是什么？猜保养品。它真的可以这样甩干？我觉得这个吃的之类的。有一条是坏掉的。好，会，吃完这些肉要维持在5.5，可是肉是要带回去，
来吧。你要闻？为什么要闻呢？我说闻，他是不是有味道？为什么就没有味道？我想说会不会有那个人的味道？哇！这样子包包，对，这样子看得到，应该是包包吧？包包吧。用心，加油！可是你好像
好的，就是研究指甲。哎，这个好像是个错误的情况。真的假的？谁？真的假的？究竟是？哇，好可爱耶，很像家里会喜欢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恐龙妈死的。这是什么？超可爱。太阳，太阳。恐龙妈死，现在你似曾相识。库里酱。要来挑嘉莉的交换礼物，看到一个感觉他会喜欢。如果我送这个嘉莉，他还是会当宝贝。我青春是神圣的。我送什么他都喜欢。我选了很久，我刚刚看了。好可爱！最后，我要看到你哦，嘉莉，下次要再等化妆。好好，我们什么光景？